又到了你选车我来开的时间啊，你们自己看一下啊，两边都可以打啊。截图呢？截哪里？截现在画面上这个的啊，截现在画面上这个的，这个视窗的。三二一啊，截图，答案是 S 啊，看一下 S 有什么？哇，真香！啊，我可以默默的问一下，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搜寻 S 会跳出指挥官吗？Speed 八六，不要啦，Speed 八六破车，上次填海了，你们冷静哦。我们这边看一下，看一下好久不见的这台好了，可以吧？传奇 A 车破小姐，挂了皮肤 S 会不见，那指挥官是 S 的吗？哦，指挥官是 SPX。哦，我直接忘记它有英文了，原来如此啊，そうですね，啊，是我犯蠢，来了，当初这台车手感好到不行，一直都是我很喜欢的 A 车系列啊，这个影子怎么那么快？三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哎啊！出事了！不是，那个影子要把我干掉了欸。我要脱了，别怕。死神，1、2、3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小飘，那啥，这车好久没开，手感还是好。三、二、一，出事了吗？应该安全吧？又是刺啊！还行，赤城梦魇，赤魂幽灵是啥东西啊？这是什么车啊？有这台哦，我已经忘记它了。赤火流星哦，你们很聪明哦，赤火流星是不是？好啦，都有一个蓝蓝帮的刷流星了，那就流星了，好不好？那个蓝帮不顾赌盘，都说要流星了，那我们就流星吧，没问题，我这把它改满。这个车的特性是漂移更灵活，且小喷时机提前，四次结束漂移5秒内，氮气最高速加4，其实蛮强的。这个车这台手感超好，真的假的？初体验来看一下，稳的。我们这个盘是领先第二名3秒，雇员归队又来了。OK， 来了各位，蓝帮脸色特变，哇塞，有天行者呢。哇塞，他们这个起步好强哎！弹射，哇塞，失误！水啦，极限延续。哦，WCW 有特定出，有312哎，天哪！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，CWW 小飘，1、2，弹射，轻杀弹射。欸，这车好强哦！又出特性 CWB 速度308，粉红帮脸色特变，
他跑得跟刚刚的破晓者差不多快。这车好强哦！天哪，幸好没下盘。不是哦，冷静哦，不是每一台 B 车都长这样哦。但这个 B 车比我想象中有料。来了，一，哇塞，刚好跳到 YT 的，有这个车吗？确定呢？有这车吗？你知道什么字吗？是哈、啊。这个人是来选车的吗？还是他只是想打个哈、啊？我操！小草月脸色特变，别怕，别紧张。这里我们只要不要遇到刺客，都还有机会，好不好？好、哦，看起来没有打手，这场稳了吗？我们有机会战胜这个而已吗？他茁壮度132，有机会吗？开着我们的小哈，不是不是，这个车敢不敢再慢一点？CWW， 一二三，我好像追不到了嘞！他好强哎！我要收回刚刚那句话，是我的车好烂呢、欸，没了。Oh my god， 这个车。被狠狠地羞辱啦！男人帮脸色特别不错啦，小哈不错啦，有此等发挥已经相当优秀了，对不对？毕竟后面的人车都买贵了。好，再来一次，三、二、一。好，来看一下这一场是什么车？是海，海有什么？哇，厉害了，有料，深海狂沙。那啥，什么破车没有看到呢？你们在说啥？海神走起！我只看到海神，我瞎了。你们不要每次自选出来都挑最烂的那台好不好？给点活路好不好？下一场刷沙，冷静。三四五六七，双杀弹射 ，OK， 没断触，轻杀弹射，哇，他逐星者特性比我强很多呢。这边要看一下他会不会失误了。一二三四五六七，一二三四五六七 ，CWW。一二三四 ，CWW， 哇，只有一个喷，小喷 CW， 弹射，哦哟，差点撞。一二三四五，哎，没出喷，弹射，一二三四，不是，我已经尽力了，粉红帮打手直接把蓝蓝帮宰了，那没有办法，被刺死。想不到海神一世英名，还是没办法领先第二名三秒，男人帮心态炸了。好，再来，三、二、一，截图。好，来了，是我们的又是 S， 哎，又是 S， 真香。
S 就是香，这个了吧？不然那个刺客怎么搞？是不是该来一个这个了吧？新年最强 A 车天行者啊啊！口音不要乱变，最强 A 车天行者来一场，口音不要乱变，舌头不要乱卷，看一下这场有没有刺客？为什么天行者不买皮肤？忘记了，等一下买，好像没有刺客哦，没有刺客，那看来是稳啦、啊。不是，哎、欸、哎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，啊，这个台符在双杀断弹的时候，有时候会把上一颗弹器放掉。刚他吃了我一个弹器，弹射，哎哎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别怕，还安全，买一送一，一二三四五，哎哎哎哎。欸是不是有点机会啊？主播晋级成功了，你们应该祝贺一下我吧？哦，安全啦，做做效果，做做效果，领先三秒还是可以的啦，安全哦、喔。